丁大哥，丁大嫂，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兄弟我先干为敬。 恭喜你们，喜结良缘。大人，怎么样？姓狄的小子走了吗？回大人的话，还没有。他正一个人独自坐在坟前喝酒呢。很好，我很快就让他和丁点一道去阴间喝酒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丁大嫂是被他父亲活埋的，且不父君以连城诀酬谢为你我合葬之人。 丁大嫂，你真是一诺千金，临死都不忘了却你和丁大哥的心愿。丁大哥，你真是好眼光，只有你才能配得上他。你放心，我马上完成你们的心愿。 丁大哥，你何其不幸，不能和你相爱的人相守终身。你又何其有幸，能够找到这么一位品格高洁的红颜知己？对了，晚上。
万师父子，这是不知道躲在哪里。今生今世，只怕再也找不到他们。但是若将这大宝藏的秘密写在显眼的地方，万师父子必然会闻讯来看。这连城诀是个大大的香饵，他们飞来看不可。丁大哥、丁大嫂，你们死后同葬的心愿终于得偿。你二人在天有灵，也当。 丁大哥，你老丈人终于来参加你的婚礼了。哼，我做事喜欢直来直去，拿来吧。什么？孝子，你别给我装傻了。什么？当然是连城诀了。我看你还是识相点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丁大哥挫骨扬灰。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信。 你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活埋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别提我那不争气的女儿，哼，她心里早就没有我这个父亲了。如果她心里还有我，就不会祸从丁点和我斗。你真是太可怜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动这个坟一下。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不是？这是什么人呐？在这么高的墙上，这么高，不是，我那个啊，就是，哎，五十一，这是，我知道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嘿，我说哥几个，听说那写的是连城诀，大家过去看看吧。好，哎，走，看看，走，看看。 不知道是什么啊？哎呀，天哪，这字怎么写的这么高啊？啊，哎呀，看看看看，怎么写的？这是别提，我看看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是，你看看这，哇，这是啊，这么高，这么写的，那爬梯子，这是啊，看见了吧？多高啊，这爬起来，真的，这是，听说是连城诀，哎，知道吧？ 所以你看看，怎么写的？这是，就是你看这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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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写的？
哎，老板，我要三本《唐诗选集》。好，好，好，三本。哎，铁匠师傅，你也学啊？是啊，好好好。哎，拿三本，给三本。谢谢，谢谢。来几本？两本。好嘞。好，后头，后头。哎，真没想到，那《连城诀》正藏在《唐诗选集》之中啊！哎，总算老天有眼呐，万家的死对头竟然把《连城诀》写在城墙上，让咱们大伙都有机会得到那个大宝藏啊！啊，我说，哎，你说这拿到《连城诀》又能怎么样？就是，不会唐诗剑法也没用啊。《唐诗选集》里有上千首诗呢。哎，你急什么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万家父子已经把头四个字解出来了。是什么？是吗？哎，你说呀。说的？怎么说的？小二，哎，结账。结账来了。小二，结账。哎哎，你别走啊！小二，结账。谁呀？谁能得到这个《连城诀》的剑法呀？哎呦，那哎呀，我都跟你半天了，你怎么不说呀？急什么呀？啊？现在不能说。怎么？有人跟踪我们？有人跟踪怕什么？这《连城诀》又不是什么秘密，已经轰动整个武林了。现在又被人公开写在墙上。话虽如此，但也没有人知道头几个字。江宁城南，就是咱荆州。对呀，走吧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连城诀头四个字是什么？是江陵城南。啊，此言从何而来？是万家弟子说的。好。啊，那万氏父子现在何处啊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要想破解连城诀，可以去买《唐诗选集》啊。嗯，《唐诗选集》。对呀，连城诀必须通过唐诗剑法才能破解。唐诗剑法就是从唐诗中演变而来。啊！来人！在大人，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带下去，带下去！大人走！唐诗剑法，唐诗剑法，对呀。哎，大人，如今这荆州城里的《唐诗选集》可是洛阳纸贵呀。越来越好。哎，来唐诗选集，给我来本唐诗选集，给我来本唐诗选集，给我来本，给我来本，给我来本。哎呀，别急别急，都有本都有本，哎，别急别急，给我来本来点。哎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哎，这老板咋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！哎，你们看，28、64，你们几个要是把这个记住了，那咱就发大财了。是，哎，到时候呢，咱们就有房有地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有好日子过。咱们得想办法呀，把那连城诀。啊，不知道啊，只把这数字记下来那是没有用的。哎，得找到连城诀的谁呀？这谁能破解呢？不知道啊，这个要是那不，这可怎么破呢？你就记下来了吧，记好了可别落下呢。是啊，哎，多少多少？28了，28了，这四万多。
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95, 96, 97, 98, 99, 100, 101, 102, 103, 104, 105, 106, 107, 108, 109, 110, 111, 11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123, 124, 125, 126, 127, 128, 129, 130, 131, 132, 133, 134, 135, 136, 137, 138, 139, 140, 141, 142, 143, 144, 145,
都要唐诗选集啊！哎，这便宜，五两银子一本，哎，这便宜，五两银子一本，哎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！哎呀，别抢！哎呀，不要吵吵，不要吵吵，别抢，别抢！一人一本，一人一本，一人一本，拿着，拿着。这位壮士，人家都去买唐诗选集，你为什么不买呀？都有份啊！小友的气韵神情，像极老夫过去的一位朋友。哦，是吗？是。这些都有份儿，有份都有份啊！这么多人都对连城诀垂涎三尺，为什么唯独你冷眼旁观呢？你是说那个大宝藏吗？是。连城诀，大宝藏，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堆耀人眼目的粪土罢了。有什么能够换回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能换回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？我想这才算是无价之宝吧，老先生，您说是吧？嗯，对呀。我的宝藏不在这里，告辞。爷爷，爷爷。那个大哥哥是好人吗？是啊，是难得的好人。爷爷，粪土宝藏为什么是粪土？宝藏再多也有价，只有人世间的真情才是无价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宝藏啊。爷爷，我不懂。哎，等你慢慢长大了就懂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我家里还有人，我回家去拿啊！我回家去拿！哎，别急！哎呀，你回来！哎，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，我回家给你拿去！行了，哎呦，我累了！这就是人性，这就是人生啊！凡事未了又来了，难以不了了之啊！为了又来了，难以不了了之了。乘船过江陵，两岸闻气声，不见梁元帝，唯有佛诵经。好，好啊，大人，何故对这首古诗情有独钟啊？哎呀，这首不见经传的古诗，据我考察，它的确出自于北魏人之手啊。短短四句，它记载着北魏人在攻打江陵时，为了争夺财宝，而杀尽了数万名荆州百姓。从此，这大宝藏就石沉大海。看来，作诗人必然知道其中的内情啊。如此说来，这不用连城诀，也可以破解这千古之谜呀。嗯，这就是我要寻找的另一条路啊。大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定能够完成此夙愿。可是，这其中的佛字要做何解释啊？佛？你看这唐诗里这写的怎么弄不明白？我也搞不懂啊！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清楚这儿吗？不知道啊。我不识字。刘明月松间照啊，对，清泉石上流啊。哦，清泉石上流什么意思啊？清泉石，这下句什么来着？哦，不知道啊。来，你给说说。这页，这页，这页。
什么什么什么？清明时节哦，清明时节卖菜卖菜，小白菜喽，又香又大的橘子，新鲜的小白菜，卖菜了啊，卖橘子喽，卖菜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怎么不懂啊？看到他没有？还没看见，再仔细找找。江陵城南寺，爹，爹，大事不好了！你嚷什么嚷？你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们躲在这里啊？爹，有人把我们参演很长时间的连城诀写在城墙上了。卖菜了，卖菜了，卖橘子喽！新鲜的小白菜，来看看菜。卖橘子喽，又甜又大的橘子。哎，你说这是谁写上去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卖菜了，卖菜了，卖菜了，卖菜了啊！卖菜了，你看，那是谁？这个记呀，都记下。记了。哎，你记好了吗？记好了。是不是万辉啊？有点像啊。你一个读书人抄这个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也是受人所托。受人所托？谁呀？啊，不瞒你说，我受的是本城大名鼎鼎的父母官灵腿寺林大人。哦，啊，林大人的家人。林大人，是的。林大人呀，抄这个啥？他都看看这个。他就是万金山的儿子万辉。他让他跑了，追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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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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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，让他跑，别让他跑了，抓着他，追他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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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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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万振山，你跑不了的。大人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唐诗剑法都写下来了，不知我们兄弟几人是不是可以走了？慢。不知大人，这是何意呀？既然你们师父的剑招顺序都打乱了，那么按照这个顺序查下去，那肯定是错的。这术数中有一种学问叫做排列组合。你们四个人，每人负责九首诗，啊？把连城诀这36个数字通通的查一遍，然后把这些字一个一个的重新排列，也许会有所得。啊，干吧，干吧，干吧，啊！连城剑第一招，春桥夜泊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是二师伯。第二招，无精招灵51。江陵城南偏西，天宁寺大殿佛像，向之虔诚膜拜，通灵祝告，如来赐福，往生极乐，往生极乐，往生极乐。我向如来佛虔诚膜拜，通灵祝告，这个泥塑木雕的菩萨便会赐福于我，大奶奶的，叫老子往生极乐，往生极乐。我们合力杀死了师父，
同门相残，争来争去，却争了个往生极乐。江陵城中这几百条英雄，还有乌龟、恶贼、强盗，他们争的也是个往生极乐。既然到了这步田地，不妨天宁寺一走。我遭他人陷害，师妹又惨死，起因都是这个连城诀。想不到，竟是一句戏言。丁大哥、丁大嫂，你们什么都没有争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却遭人陷害，被人害死了。难道真的能够往生极乐吗？我们的书都卖完了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我们要开团了。哎呀，还敲什么敲啊？告诉你们，书都卖完了吗？还敲什么呀？别敲了，别敲了。开门了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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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锁？现在谁还当铁匠？你没见满城的人都在学唐诗吗？唐诗干嘛呀？花宝啊！就是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？哎，来，咱们学着来。随风潜入夜，随风潜入夜。上一句什么来着？不对，不了不了。你看这儿，这怎么写的？啊，这儿这儿怎么可以？成语知识节，对对对，什么意思？你给我看看什么意思？这书里写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搞不清楚啊，真的搞不清楚。咱没怎么着吧？练着吧。你说这是真的？二十五，二十七，这这么多唐诗是哪一个二十七呀？哎，不懂唐诗鉴法学也没有用。哎，咱们还得找万振山去。啊，是是，哎，可到哪儿去找万振山呢？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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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一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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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让一让，大家都别急了，听我说，万振山现在在根宝茶楼，宝藏的秘密他知道，快去找他，走，快，找他去，走，万振山去，找他去，找他去，阿成，开门。哎呀，老板回来了，我给你开门啊！哎呀，老板，哎呀，老板呐，你可回来了，书进的顺利吗？谁去进书啊？我才不在乎那点书钱呢。哎呀，老板呐，你看那书架上的书都卖完了，现在要这书的人可多了。老板呐，趁这个机会你不多赚点钱，等到何时啊？你找啥？咱们家的剪子呢？剪子，我给你拿去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
老板。嗯，哦，哎，我让你抄的数字呢？快拿来。哦，在这儿。老板。哎，老板，你看这干啥呀？你以为这里面有宝藏啊？干活去。好好好。如来赐福，往生极乐。哎呀，原来是让人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啊！那地方要什么有什么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说啥呀，我是说你手上的这个字儿和这上面的字儿加起来，那就是如来赐福往生极乐。如来赐福往生极乐，真是往生极乐啊！真是往生极乐啊！往生极乐啊！你在笑我是不是？我半辈子的心血挣来的就是个往生极乐啊！你在笑我是不是？啊！你在笑话我？啊！我没说什么呀，我没说什么呀。你笑话我？我让你笑话我？好啊，让你笑话我，笑我！往生极乐，往生极乐，天宁寺。大师兄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按夏三爷说的，咱们去天宁寺。我们不能去天宁寺。为什么不能去天宁寺？你们想想，天宁寺现在可能没人吗？就等着我们去拿财宝。师父、二师叔还有灵退司，他们会落在我们后面吗？再有，无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在天宁寺，我们去了只有死路一条。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？不，我们找个人多的地方，把宝藏在天宁寺的消息传出去。你疯了？那会有多少人来抢财宝？就要让他们知道，咱们只要夹在人群当中，能抢到一两样财宝，就够咱一辈子花了。人嘛，不要太贪心。好，我们就到根宝茶楼，那个地方是武林豪客云集的地方。事不宜迟，赶快走。走。没人啊？夏三刀哪去了？哎，戏。龙大人，走，走。好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能说得清楚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万振山，你给我出来！万振山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不用找万振山了，财宝就在天宁寺。什么？在天宁寺？你是什么人？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你可看清楚，他就在天宁寺。骗子，想把老子骗到城南去？你骗人！来啦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还是出来呀？我不是去拿去了吗？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Thank you.
捉弄了老子一生，让老子吃了多少的苦啊！对不住了，这金佛只归我一个人。做个了断，哎，兄弟啊，财宝在哪儿啊？啊！你不去天宁寺，跟我纠缠什么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引我们入瓮？兄弟啊，你都不能死啊！快
快说呀！天宁寺，天宁寺！茶楼没有了，哎、老婆，赶快找两个袋子上天宁寺，这两袋子珍珠翡翠够你开十个茶楼了，快去吧，快！我找到了。找到了，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呢！哼，下三刀等人勾结匪类万镇山，刺杀本官。他现在已逃往城南，小的们在追。是。三师弟能找到这里，二师弟也能找到这里，难道你们就忘了你大师兄也能找到这里？上次你没有掐死我，没想到早晚还是要死在你的手里。我正奇怪呢，我掐死了你，把你砌在墙的夹层里，你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你不说，难道我就猜不出来吗？当时你为了骗过我，竟然憋住气装死。我把你砌在墙的夹层里，你想办法逃脱了，然后又把墙砌好，啊，了不起呀，啊！后来我见墙上有一块砖头凸了出来，我心里还挺纳闷儿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是你在匆忙砌墙逃走的时候留下来的破绽。七老三呐，你真够厉害的，嗯，你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儿成了我的儿媳妇，你居然还不现身，这是为什么？嗯，为什么？呸！哼。齐老三呐，你想干脆的死呢，还是零零碎碎的受苦呢？好吧，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女儿偷了我的剑谱，藏在山洞里，你以为她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原来是这样。我再问你，这么多年你到底藏到哪里去了？说。还能藏到哪儿啊？当然是躲起来研究连城诀了。后来我干脆就开了一家书店。打死你也不会想到我敢在荆州城里开书店吧。行了，废话少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好，那你就找你的好女儿去算账吧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是？我是云儿。云儿，你是云儿啊？
刚才这些你都看见了？我看见了。师父，师妹他。云儿，多亏了你及时赶到，救了师父的性命。师父，您老人家还好吧？这几年，云儿，师父也很想你们呢。这几年你们怎么样？阿王怎么样？师父，师妹他，谁？哎师父，弟子犯了什么错？你要杀我？好啊，你现在学了一身高明的武功，不把师父放在眼里。好，你把我杀了！来呀，把我杀了！把我杀了呀！弟子不敢杀师父。你别假惺惺了，这是一座黄金铸成的大佛，这地宫下面是价值连城的珍宝，你难道就不想独吞吗？我现在不杀了你，你就会杀了我。师父，你为了这尊大佛，你想杀了我吗？对，就是为了大佛。师父，我不会跟你分财宝的，我不会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哼，我真想不明白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为了这些财宝什么都不要了，不要你的师父，不要你的师兄弟，不要徒弟，就连你的亲生女儿你都不顾。师父，就算你得到了这些财宝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又能怎么样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啊啊！这座大佛是黄金铸成的，还有无数的珍宝，你就不想要吗？啊！我才不相信呢！你又在使什么诡计啊？啊！对对，我先拿几件珍宝，然后我再找大成运。对，对。哎呀，你打了一个骗子，你们别跟他去了。谁也抢不走，谁也抢不走！哼哼哼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这么多口袋，是买茶叶，还是买粮食？废什么话呀！那装银子不拿口袋能装吗？你快点走，要不然什么都没了。急什么呀？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，不是我们的，就让别人拿走呗。你瞧你，现在还说这话，我真是。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榆木脑袋？我们的茶楼都给烧了，烧就烧呗。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你也不着急上火的，你还不快走？急什么呀？我和这驴都是慢性子，走得急了，这驴一恼，哎呦，我怕万一把你摔了，摔死了我愿意。快走！老婆。老婆，我看前面没啥好事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回去？回去你给我钱出开大茶楼啊！我哪有钱？那不废话吗？快，绕着走。绕过去。走。天宁寺是一个害人的地方，你们不要去。狄师弟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骗走，一个人独吞这财宝啊？别信他的，快走！别信他的，快走！走，去天宁寺！走，走了，走，玻璃大，走，天宁寺，走，走，把财宝去！走，哎，走，骗财宝！为什么会这样？走，去天津寺亲眼看一看，大家都相信我了。走，发财了。
人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不要抢，这是我的，放下这手了，给我，给去，枪给我，没有，给我这手。这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我该走了。我的，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杀无赦！那不是万福的沈少侠和母少侠吗？是啊，他们死得太惨了。你看咱们是不是回去啊？哎呦，快走啊，快走！哎呦，哎，根宝啊，你往哪儿走呢？回去啊。回什么去呀？我让你去天宁寺。啊，还去呀？你不要命了？你看。哎呦，你快走啊！你不知道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因为太贪了，所以才死得这么惨。咱们就要那一点银子。不够重开茶楼就行了，快点儿！哎呦，你说他们都死了，那财宝不都是咱俩的了吗？就没人跟咱俩抢财宝了。快走，快走啊！谁贪啊？你最贪！快走啊，去天宁寺。我的！
拿过来吧。我的，我操！给我！我的，去！都是我的。都是财宝，小子！是天宁寺吗？这就是天宁寺啊。那天宁寺哪儿去了？怎么不见了？哎，还有那些来寻宝的人呢？哎，老爷子怎么都不见了？这寻宝的人呢都埋在这下边了。人生在世啊，安安乐乐就是福，平平淡淡才是真呐。哎，这人呢，爷爷，这些人还会去找财宝吗？会。为什么？世人无法偏设法，然知法犯法呀。凡是未了又来了，难以不了了之啊。安安乐乐就是福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走，啊，走哪儿去？嗯，当然是回家了。走，回家。哎，跟宝啊，慢点，你等等我呀。
Thank you.